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收看 GoMax 每日财经快讯。 GoMax 一站是全中文服务，为您的交易助上一臂之力。那么目前呢，持有 GoMax 的交易账户呢，可以同时交易美国个股、澳洲个股以及呢产品，包括外汇、期货、黄金等。那么今天我们早上开盘的时间呢，澳洲大部分股票普遍上涨，包括此前下跌幅度较大的 CSL 权重股，那么今天上涨幅度都是超过了 0.5%。除此之外呢，黄金价格呢是下跌，跌破了1850美金，比特币下跌幅度超过7%，目前呢是报价35000美金左右。早上大概澳洲时间8点多的时候呢，比特币的价格是瞬间跌破了32000美金。最近呢，比特币的价格波幅较大，大家要注意适当的调整自己的头寸，并且注重风险。那么新闻方面呢，美联储在今天早上6点到9点的时间呢，两位官员发表了系列讲话。主要的内容呢是关于美国国债的购买。那么美联储呢在2021新的年度里面可能会降低对于市场上流动性的释放。那么这个信号呢导致了最近几天美元的反弹，美元价格呢是回到了90以上。那么澳洲的澳币和欧元对美元呢都是纷纷在高点回落。那么之前我们提到的澳元对新西兰的纽币呢，因为澳元最近对新西兰呢一直是比较强势，因此呢价格也是冲到了 1.07 以上。那么在 1.08 到 1.09 上方的价格呢，大家可以适当的考虑做空，因为我们认为澳元对新西兰纽币的公允价值呢是在 1.07 左右。那么澳元对美元呢也是跌破了 0.78 的高点之后呢是一路下跌，目前呢是跌破了 0.77。 澳洲对澳元对美元的公允价值呢一直是考虑到澳洲目前铁矿石的一个市场价格以及呢大宗商品价格，对澳元还是有一定的支撑。所以说大家如果是要做空非美货币对的话，大家可以适当的去考虑欧元，欧元对美元的表现呢可能会比澳元对美元的表现会更优异一些。那么今天的早盘信息呢我们就录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并且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微信 GoMaxAU2 或者是 GoMaxAU3。在澳洲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3-868-0602。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大家点赞、关注、收藏。谢谢大家。在线交易首选券商。